咖啡提神还是茶提神？咖啡。崩溃的领导和崩溃的下属哪个更可怕？能不崩溃最好。同事甩锅是默默接受还是当场反击？当场反击。加班吃汉堡还是煲仔饭？煲仔饭。 PPT 达人还是 Excel 达人？ PPT 达人。独立办公室还是大家一起做格子间？格子间。喜欢独立完成工作还是团队合作？团队合作。参加 offer 录制的实习生，他在第一案中表现垫底，但是七天之后他拿到了 offer， 请用三句话补充完成故事。在后面的表现中，他稳定了心态，找回了信心，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KPI 反常。我也想知道谁能坐我的位置。无论何时都不应该失去法律工作者的本性。我只示范一次什么叫职场的极致。我们的每分每秒都是委托人的时间成本。来腾讯视频预约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六季，转战香港，律政再升级。大家好，我是令人心动的 offer 的加油团成员钟汉良 ，A.K.A. 正在工作中先生。我的工作宣言是：你在工位，效率加倍。我可以陪太阳上班，但不能陪月亮加班，因为下班要看 offer。